年了，两个人住的地方相隔8公里，哇，蛮远的。这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个性上面已经是不是很。但是其实很多夫妻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婚姻啊。对，他也提供一个选择，他说他们现在每周见面6天，有4晚是会一起过夜的。然后很多人以为说你们分开就一定自己搞自己乱来的吗？他说没有的，我们是很恩爱的，我们只是。